吃煎鸡蛋吧。没有吃到。我让你煎的，你有没有锅煎的话就等一下，等一下烫，先不要吃先，知道吗？烫烫的，烫烫的不要吃先，等一下。你喜欢吃这种煎鸡蛋吗？这种煎鸡蛋。你喜欢吃这种啊？看起来很漂亮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动呀。这种鸡蛋还没有煮熟，你没看见啊？妈妈，你有煮？啊，你没看见中间好啊？煮熟了。妈妈，你有煮好怎么吃？呀，那如果吃煎鸡蛋了还没煮熟呢？对呀、啊，还没煮熟呢。妈怎么煮？哎，不要。啊？他们干嘛不煮熟啊？你琢磨我们是不是？不要放在嘴巴里面吃吧。这个鸡蛋好奇怪，这是免疫鸡蛋吗？什么是免疫鸡蛋？哈哈哈，对啦，是粘土做的啦。真的是面临鸡蛋啊，哈哈哈哈，对，忘不就是上当啦，是不是把做的好像真的，是不是是不是要真的鸡蛋了、啊、对，哎呀，气死我了你。但是我要 keep 这鸡蛋，去哪里 keep 啊？放那里啊，等它干了以后啊。哼，搞完了，这我不会被你捉弄我。现在你不是锅里面那个，你是煎真的鸡蛋还是假鸡蛋？真鸡蛋。锅里面的真鸡蛋假鸡蛋？鸡蛋啊？是吗？都不自信了是吧？做的鸡蛋非常的真，是不是把你们两个都骗过了，把你们两个都骗了，上当了是吗？你一直说对不起。对不起 sorry。 妈妈真的真的、哦、这个是真的鸡蛋啦。你想吃生的鸡蛋吗？还是想吃熟的？熟的。那把它再煎一下吧。把它开火，把它煮熟一点吧。爸爸一看就知道这是假鸡蛋，是不是这么像真的，竟然说是假鸡蛋。妈妈，爸爸知道。你问他吧，为什么他知道？因为爸爸